世间一切善法从哪里生的？无贪、无嗔、无痴。无贪、无嗔、无痴，行一切善法，真善呐。这个里面埋藏着贪嗔痴，修一切善法，我为什么做好事？有好果报啊！这是为贪心呢，去做好事啊。人家常在佛门里的修善，不是为什么？听说佛门呢，舍一得万报啊！和这个生意到哪里去做啊？世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少啊，佛门有一本万利的生意啊，赶快去布施做好事。这是贪心在修福啊！他能不能得福啊？能得福。这个福德是决定得到的，功德没有啊。他修贪心修福也能得福报啊。还有嗔恚心修福的。怎么嗔恚心修福呢？他布施1万，我布施2万，我绝对比他强，把他压下去。嗔恚心修福。所以知道贪嗔痴也修福啊。修福得福报的是什么呢？变成罗刹。变成魔王。变成修罗，那个魔修罗罗刹福报都很大了，几乎跟天王的福报差不多啊。那为什么？天王是善心修的修成的，罗刹阿修罗你像这个二次大战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人那些人说就是贪嗔痴修的福，修得很大。那么这些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一看就晓得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把佛所讲的这些话完全兑现了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深信不疑过去康熙、乾隆皇帝那种这个福德，善心所修的所以要晓得善恶都会修福还有愚痴修的，愚痴是被人骗修的，愚痴他对这个都糊里糊涂的也能修福那么将来想的是痴福这个现在社会上人很多多少富贵人有地位的人不知道真正的福报天天在享福，福享完了没有了，恶业现前了不晓得对社会做这个真正好的事业，帮助社会苦难众生你看有钱，举个例子彭戏子彭唱戏的，再多的钱他都愿意花那个贫困下贱人是一毛不拔那个福报是什么？吃福他所喜欢的全心全力去帮忙他所不喜欢的理都不理，这种是属于愚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许许多多有财富有地位你一看就晓得他过去修的是什么业因他今天得的是什么样的果报佛家常讲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我们这一生过这个一生，我们学佛人很清楚我过去造的是什么因，今生得的是果报吧对于过去造的那个因呢，就清清楚楚吧来生我的生活状况怎样呢，我自己也清楚，我这一生所做的
我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感得来生的果报啊。所以要晓得命运果报自己造的，不是别人给你定的。